都不行。今天的睡觉考试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为了睡的质量好，我还带了被子。去，这算什么？看我准备的多充分。大圣呢？我来了。大圣，你这是什么造型？为了准备今天的考试，我通宵打了一晚上游戏。这也太拼了吧。好了，考试开始。根本睡不着啊。杰德，你干什么？考试零分。哼，既然我睡不着，那我也不能让你们拿到满分。哎呀，好香的辣条啊。喂，杰德，分我点儿。银河，干什么呢？你也零分。都是杰德诱惑我。那要怪就怪你没扛得住诱惑呗。这都不行。大圣下课了。大圣下课了。好了，我宣布今天的睡觉考试大圣满分。嗯，让我来。上分上分。啊，这样打下去分不了胜负，不如我们握手言和，和平相处吧。啊，没问题。啊，我怎么成女人了？哼，没想到吧，现在你的战斗力为零，你是战胜不了我的。哼，你给我等着。哥哥们，你们看，就是他把我变成了这样，你们快为我报仇。哥哥们，你们忍心欺负我吗？没想到你们忍不住诱惑呀。哼，有了。不带这么玩的。哥哥，你怎么忍心伤害我？哥哥，你怎么忍心伤害我？终究是自己害了自己啊。你考一次满分就满意了，看看人家迪迦每次满分。迪迦迪迦，每次都是迪迦，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老爸却看不见？我讨厌迪迦。来来来，我请吃蛋糕。杰德，谢谢你。迪迦，你干什么？我又没说要请你。好吧，今天我老爸不在，晚上都去我们家玩。好啊好啊好啊。迪迦，你别来，我不怀疑你。杰德，你干嘛这样对迪迦？我们都是好朋友啊，你这样太过分了。哼，我没有他这个朋友。杰德，你太过分了，蛋糕还给你，晚上我也不会去你们家了。我也是，杰德，你不配和我们做朋友。杰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之前他不是这样的呀。我有办法，这位回忆之镜会帮我们找到答案的。爸爸，你看这次考试我进步了。怎么才95？你看看迪迦，人家每次都能考满分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老爸，这次我考的和迪迦一样满分。你考一次满分就满意了，看看人家迪迦每次满分。迪迦迪迦，每次都是迪迦，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老爸却看不见？我讨厌迪迦。哦，原来杰德这么对我是因为贝利亚喜欢拿我跟他比较啊。是啊，我也不喜欢爸爸拿我跟别人比较。哎，我这样对他们，他们还会来吗？哎，啊，大家居然都来了。杰德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这样的，明明那么优秀，贝老黑还故意拿我和你比较。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误，只要勇于直面自己的错误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那个人是赛罗，是赛罗打倒了格里乔。什么？师傅怎么能这样？站住！师傅，你拿着奥特钥匙要去哪儿？我去打怪兽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是赛罗啊！我知道你是赛罗，打的就是你。站住！别跑！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怎么在攻击赛罗？杰德，我今天才知道我师傅是坏人呢。没错，杰德，你让开，让我们好好教训他。赛罗怎么可能是坏人？他可是光之国的英雄啊！可是他打伤了格力乔，还抢走了奥特钥匙。什么？是真的吗，赛罗？哎呀，事情是这样的。睡觉好无聊啊！哎，他不是格力乔吗？我们去找他玩呗。好啊好啊。那个人是赛罗，是赛罗打倒了格力乔。什么？师傅怎么能这样？站住！师傅，你拿着奥特钥匙要去哪儿？我去打怪兽啊。我看你就是怪兽吧，你打伤格力乔，还抢走了奥特钥匙，还想骗我们。
赛罗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哎呀，你们都误会了，那会儿我在树下乘凉。卡米拉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他拿着奥特钥匙，难道又有什么阴谋？哈哈哈，总算偷到奥特钥匙了，只要变成格力乔，我就能安全返回了。好啊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就说嘛，赛罗肯定不是那样的人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师傅，是我们错怪你了。小伙伴们，快给我们的赛罗点赞支持一下吧！你们几个怎么不还手啊？我看你们就是想变成女人吧？迪迦哥哥好讨厌，难道人家不可爱吗？迪迦哥哥，来一起跳舞啊！师傅不好了，贝利亚来了。慌什么，贝老黑是我的手下败将，看我去制服他。师傅别去啊。泽塔，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？贝利亚不知道有了什么魔法，居然可以把奥特曼变成女人。怎么可能有这种事？师傅不信你看那边。赛罗哥哥，你看我可爱吗？啊，妹妹真好看。可恶，竟然被迷惑了，我一定要打败贝老黑，救出银河。赛罗哥哥别去，他太强了，你快跑吧。银河别说猪话，我们可都是一家人。好强的力量。赛罗你没事吧？哦不，你别过来，这能量太强了，你快跑。别说了，我一定把你救回来。哎呀，讨厌，你们几个怎么不还手啊？我看你们就是想变成女人吧。迪迦哥哥好讨厌，难道人家不可爱吗？迪迦哥哥，来一起跳舞啊。你们好变态啊，我受不了了。贝老黑，快把他们变回来。嘿嘿，不如把你也变成奥特娘吧。哼，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呢？小伙伴们，我美吗？这怎么这么多卡米拉？你们报数。一。没错啊，这里只有一个卡米拉。Darling， 我回来了。好的，快去洗手，马上开饭。迪迦，今天做了什么饭？好香啊！红烧排骨，还有你最爱吃的糖醋里脊，来吃吧。好的，稍等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回来了，我先去一趟洗手间。迪迦，你有几个女朋友啊？我只有一个女朋友卡米拉呀。可是我刚才怎么看到三个卡米拉进门呢？不是吧，叫出来看看。卡米拉，快点出来吃饭了。Darling， 我来了。怎么这么多卡米拉？你们报数。一。没错啊，这里只有一个卡米拉。迪迦，你脑子不合适吧？这里明明有三个卡米拉，肯定只有一个是真的卡米拉。好，可他们都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也分辨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卡米拉。这样，迪迦，你快变光辉形态。卡米拉最怕光辉迪迦了。没问题。你们几个快点现出原形，要不然我不客气了。迪迦大哥放过我们吧，因为我们帮助了奥特曼，我们的家族把我们赶出来了。我们已经好几天都没吃饭了，所以才想出了这么一招，想蹭点饭吃嘛。原来是这样，快来一起吃饭吧，以后有困难直接来找我们。你真是太善良了，谢谢你们呢。我来，身为班长我要以身作则。哎，明明我更聪明也更强壮，为什么事事不如银河呢？杰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开心呢？我还差一分就满分了。我及格了，耶！最近杰德进步很大，我宣布杰德当这周的班长。啊，班长？就他也配当班长？贝利亚的儿子有什么可值得骄傲？就是，我们才不会让他管呢。班长，帮我打扫一下今天的卫生呗。班长，洗手间被堵了，你去看看呗。班长，帮我写一下作业呗。对呀，班长，我的作业都攒了三年了。算了算了，奥父，你还是找其他人当班长吧。奥父，要不我来试试，这次考试我也进步了，我都及格了。银河很积极啊，那就你来当班长吧。班长，我一道题不会啊。好啊，这个我也不会啊。放心，我去问问老师。我们马上就要开运动会了，还差个人，杰德，要不你报个名。真差劲，就这还代表我们班级，就是太丢人了。奥父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我来，身为班长我要以身作则。哎，明明我更聪明也更强壮，为什么事事不如银河呢？觉得过于悲观就会丧失机会，为什么事情都要往坏的方面想呢？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哦。啊，奥父，我懂了，我这就去拿下怪兽军团。哎呀，觉得你一个人是打不过他们的。I wish that I could be like the cool kid.
原来是托雷基亚用了混沌魔法，只有金色魔法帽才能唤醒大家。怎么回事？大家都变成了木头。赛罗、星星、德凯、奥夫、泽塔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不行，我要想办法复活大家。格力乔治愈术，怎么没反应啊？再来，还是没有反应啊？我去查查监控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赛罗哥哥，你看天上是什么？格里乔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当然。格里乔，快让开！原来是托雷基亚用了混沌魔法，只有金色魔法帽才能唤醒大家。奥特之父，德凯。泽塔、赛罗，糟了，魔法棒对赛罗没有任何作用，一定是我的爱心能量不够了。朋友们，快给我点点小心心，帮帮赛罗吧！呵呵呵，太远了，快停下！杰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银河，上课了，快醒醒！我有办法，让我来。干什么呢？都上课了，还在这里大吵！浩父，银河好像睡着了，叫不醒他呀！睡觉就睡觉，还在这里盖着被子睡，太过分了！我说怎么叫不醒他？原来戴了头盔啊！看我的！什么？居然早有防备？要不用蛮力把它粘下来？嗯，掉头盔也太厉害了吧！有了！太远了，快停下！杰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我在这里啊？为了不被打扰，我偷偷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了睡梦中的杰德，借用迪迦的瞬移技能偷梁换柱，这样我就能好好睡一觉了。他都在你家洗澡了，还要我什么礼貌？哼，他就在我家洗澡，怎么了？碍你啥事了？是他告诉我来电话这样说的，你屁事多不多啊？老板，哎呦，你好，美女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在你这儿充会电可以吗？顾客至上，当然可以啊。谢谢了，如果等会儿有人打电话，你帮忙接一下，就说我在洗澡，一会儿回过去。没问题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怎么是你接的电话？卡米拉呢？那个她在洗澡，等她出来给你回电话可以吗？什么？你到底谁呀？不是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，有没有礼貌啊？他都在你家洗澡了，还要我什么礼貌？哼，他就在我家洗澡，怎么了？碍你啥事了？是他告诉我来电话这样说的，你屁事多不多啊？啊，你有种，有本事把你家地址告诉我，立马去找你。神经病，还来找我？来啊，就在奥特大街666号。行，你给我等着。老板，有人给我打电话吗？没有。好的，再见。兄弟，我这边点了好多美食，吃不完，你快过来呀！什么？来了来了，一分钟就到。就是他，给我上！哎呀，你真是太坑了！哈、啊、哈，没想到一出门就叫到挚友，真开心。哎，老兄，你怎么了？我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，好饿呀！儿子，你整天窝在家里也不是办法，得出去多交朋友啊。老爸，我社恐，不想出去，而且我这不是有朋友吗？去，交不到朋友不许回来。街上的奥特曼倒是不少，但这些交朋友该怎么下手啊？哇，兄弟，我们的衣服配色加这头型，还有这鞋的颜色，莫非我们是老乡？哇，缘分呐！既然这么有缘，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。
这傻小子这么好骗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好兄弟，其实我刚才被人骗了，那人说玩游戏赢大奖，结果我把回家的钱全部用来玩游戏了。啊，那赢大奖了吗？赢是赢了，可是都是我用不到的面膜。没关系，你把这些面膜卖给我，我给你回家的路费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你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厉害啊，不愧是销冠，这么快就把我们的库存都卖空了，小意思啦。哈哈，没想到一出门就叫到挚友，真开心。哎，老兄，你怎么了？我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，好饿呀。这种小事儿包在我身上，就当是交朋友了，快吃吧。哦，那我可以多介绍一些朋友给你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出来吧，兄弟们。哇，这么多人，以后都是我的朋友了，不如我带你们去我家吧。好吧，我带着新交的朋友来家里玩了。你老爸是贝利亚，我不和你玩了。啊，为什么啊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等雨小一点再走吧。玛丽，正好我带了伞，你拿去吧。来，大林，下雨了，我没带伞，你能来接我回家吗？你自己打个车回吧，我正忙呢。这是上天都给我一个追玛丽的好机会呀、啊！玛丽，你也在这里逛街呀、啊？是啊，但是我这会没有带伞，回不去了。啊，那奥夫不来接你了？哦，他这会正在忙呢，没关系，我等雨小一点再走吧。玛丽，正好我带了伞，你拿去吧。啊，那你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玛丽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可以自己开车回去。哎呀，玛丽不用太感动，伞用完你就放在家里就好了，有时间我过去拿。好，拜拜。这次肯定在玛丽心里很加分吧。我离女神又近了一步。我选这碗吧。老爸，为什么这碗没有肉啊？老爸，我好饿，我想吃碗面呢。行，等我给你去做。面来了，我的好大儿，快来吃吧，我想吃有肉的。儿子，你看我的碗里还有两块肉。儿子，通过这件事你要记住，往往想占便宜的人永远占不到便宜。Tomorrow. 我的好大儿，快来吃饭了。啊，又是面条，少废话，快选一碗。我选这碗吧。老爸，为什么这碗没有肉啊？这告诉我们，想占便宜的人可能会吃大亏的。Later. 我的好大儿，你想吃哪一碗？老爸，你是长辈，你先选吧。老爸，我的这碗没有肉啊。我的好大儿，要记住，不会主动争取的人往往会错失良机。 The next day. 儿子，你要吃哪一碗？我不吃了，老爸，那两碗我都吃了。好大儿，你要记住，自暴自弃的人是得不到任何怜悯的。啊，我只想吃点肉，有这么难吗？嘿嘿，机会来了。这边有玉米，快来呀。玉米，我来了。小美，我回来了。赛罗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路边有一只小狗，我摸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。肯定是中病毒了。赛罗，你快点出去，别传染给我了。我的天哪，这是赛罗，整只咬你，怎么会传染赛罗？糟糕，银河和赛罗被绑架了，我得去救他们。可是我现在变成这样，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老雷，你在这看一会儿，我去趟洗手间，马上回来。没问题，你去吧。嘿嘿，机会来了。这边有玉米，快来呀。玉米，我来了。银河太佳，快醒醒，我来救你们了。赛罗，太感谢你了。对不起啊，赛罗，之前对你那么粗鲁，害得你被赶出了光之国。没事没事，谁让我自己不注意中病毒了呢？对呀、啊，差点忘了赛罗还带着病毒呢，我们得离你远点儿。
孙悟空，朋友们快救救我们呐！我这也没有零钱啊，这些糖给你吧。我不，我就要找钱。刚刚就说了没有零钱。老板结账。一共有19块。我没零钱给你找，这样吧，这块糖给你，就当找你的一块了。我不要糖，我就要我的1块钱。都说了没零钱，你把这块糖拿上算了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7块。我这也没有零钱啊，这些糖给你吧。我不，我就要找钱。刚刚就说了没有零钱。老板，我的这要多少钱？40。老板，刚才银河给了你10块，你直接找给我吧。我这就这1张10块，等会还要给别人找呢。这些糖找给你。贝利亚娘太过分了。对呀，这明摆着就是坑咱们吧。我有办法。又来了，这些1共13块，正好。这些糖是你刚才找给我们的零钱，刚好值13块，给你。什么？但你这糖不就是钱吗？糖放这里了啊。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徐娇，你居然是这样的奥特曼！哼，我就是一个坏奥特曼，怎样？卡米拉，我回来了。怎么又拿这么多奖没回来？你又做了多少好事啊？也没多少吧，就给我滚出去！我要做个坏人，要不然我就回不了家了。诺亚大神，他这是怎么了？要不要去扶他一下？哎，算了，我要当一个坏人。看看，我就知道迪迦是装的，现在看到诺亚大神服都不服啊。是啊是啊，真是日久才能见人心的。不行，我要把坏人当到底。看来迪迦是真的不愿意做好事。雷欧，我们快把诺亚大神扶起来。本来想骗一下迪迦的，没想到是你们的。不过也行，打败你们我再去找迪迦。不好，他们有危险。不行，我要当个坏人，或许我可以。迪迦，你是来送人头的吗？啊，不不不，我是来帮助你的，我要当个彻头彻尾的坏人。迪迦，你居然是这样的奥特曼。哼，我就是一个坏奥特曼，怎样？迪迦大哥饶命啊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我早就看出来这两个怪兽的伪装，本来想着自己解决他们的，没想到迪迦你早就看出来了。啊，我什么也没做啊。迪迦你也太低调了，今年的功勋奖就是你的了。我只想当个坏人，怎么这么难呢？老大，您是亿万富翁这件事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儿子？老板，我正在公司加班呢。好好，吃饭了吗？正吃呢。最近光之国过得怎么样啊？一切都挺好的，奥夫说了，看我表现好，马上就给我涨工资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嗯，对了，老爸，等再过2年，你就把保安的工作辞了吧，我养你。嗯，儿子，不和你说了，我要工作了。好的，老爸，再见。谢了银河，帮我隐瞒了这么久，改天请你吃饭呢。你也是一片孝心，没事的。行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老大，您是亿万富翁这件事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儿子？年轻人呢，还是要多锻炼。我从小就告诉他家里穷，这事不急，慢慢来。妹妹们，失败完了，咱们接着舞。今晚上想吃什么随便拿。你怎么穿这身衣服？哎呀，这不是害怕被人发现吗？快走，大家都等你好久了。好了好了，嗨起来。对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你彩票中奖这件事告诉你老爸啊？不急不急，先让我耍够再说，今晚消费由我买单。出来吧，哥哥们，看招。纳尼，这还没对战就溜了？还有乔妹，我们居然中帽子了。真的耶，但是这款帽子真的很好看。是啊是啊，而且很实用，特别遮阳。哇塞，好巧，我们的帽子都一样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帽子怎么不见了？哈哈，原来大家都喜欢这款车啊。我的车呢？嘿嘿，小鸭子这么可爱，带回去送给乔妹，她肯定会喜欢的。啊，我的小鸭子怎么凭空消失了？
迪迦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可是带了帮手，出来吧，哥哥们！看招！纳尼，这还没对战就溜了？啊，我的脚！朋友们，你们知道王之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？快点帮帮我们！小美开饭了。赛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唉，如果你怎么了？最近看你总是心事重重的。我和乔妹吵架了，她要和我分手。好，这么严重？可是饭不能不吃啊。师傅，给你这个食欲大增粉，只要撒上这个调料，食物就会变得无比鲜美，食欲大增。哇，这碗面也太美味了。哎呦，撒太多了，碗也撒上了。嘿嘿，不过好好吃哦。这粉粉我先借用一天哈。师傅，一定要用在食物上，要不然会出大事的。这也太难吃了。不过有食欲大增粉，这桌菜马上就会变成美味的。啊，真香啊！乔妹来看到后肯定会很感动，说不定她就会原谅我了。这难道是赛罗给我新买的礼物？拿去研究研究。小美开饭了。赛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化妆品好香啊！小美，一起啊。奥夫的家也好香啊，我们把奥夫的家也吃了吧。朋友们，看看我的四种形态厉害吗？切，看要什么？看看我的形态都是元老级奥特曼借给我的力量，你那都什么呀？他教你看，我有四种形态哦。切，那又怎样？不过都是借别人的力量合成的奥特曼罢了。哼，太过分了！格力小，你看我有四种形态。有四种形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让你看看我赛罗哥哥的形态。赛罗，出来吧！赛罗哥哥。你可以给人家展示一下你的形态吗？没问题啊。别哭了，泽塔，我知道你有四种形态，很厉害了。我们都要给你单独成长的空间啊。还是师傅最好。所以能不能不要到处炫耀你有四种形态了好吗？为师真的很丢脸啊。嘿，贝老黑，看我的形态厉害吗？我知道你有一种形态还是借我的，有什么可炫耀的？这个。朋友们，看看我的四种形态厉害吗？切，看要什么？看看我的形态都是元老级奥特曼借给我的力量，你那都什么呀？切，那特利迦你比不过我吧？是比不过啊，但我有卡尔米拉呀。你们太过分了。欧布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四种形态，厉害吧？你和我比，听过我的外号吗？好，朋友们，快告诉泽塔我有多少形态吧。好，那这个泰迦是谁呀？真想不到，真的泰迦竟然假扮我，说我很好玩是吧？我们一起玩卡牌吧。可以。银河，你干什么？没想到吧，奥夫说了，只要没收了你们的卡牌，我就不用写家庭作业了。银河，你别急，其实我是你们的奥夫老师。干得漂亮，银河，你的作业免了。什么？奥夫竟然假扮泰迦？不这样的话，怎么没收你们的卡呢？哼，你是奥夫，那我是谁？哈，居然有两个奥夫老师！如果你现在承认的话，兴许我还不会惩罚你。奥夫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冒充你的，知错能改就好。你是谁啊？啊，老师，我错了。把你家长叫来，看你还敢不敢以后冒充我。奥夫，我才是真的泰迦，这个泰迦是假的。好，那这个泰迦是谁啊？真想不到，真的泰迦竟然假扮我，说我很好玩是吧？奥夫，其实我才是真泰迦。好啊，那那边的泰迦是？好，不对劲，准备战斗状态。哎呀呀呀，你们误会我了。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哼哼，兄弟们，马上我就能成为宇宙的统治者了。老大，什么情况？我已经把黑暗力量放在了雷杰多的身上，这种黑化能量能传染，等神秘四奥都被黑化后，我们
老朋友们，我们好久不聚会了。雷杰多怎么还没到？这家伙总是一如既往的爱迟到啊！你们快看，雷杰多来了。雷杰多，我感觉你有些不对劲，你身上的黑暗气息太严重了。好，不对劲，准备战斗状态。哎呀呀呀，你们误会我了。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老朋友们，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。贝利亚在我身上种下的黑暗种子，其实我早就发现了，但是觉得这样也挺有意思啊。怎么样，酷不酷啊？这个贝利亚总喜欢做些小手脚，真是讨厌。嘿，我有个主意，要不我们都变成黑化的样子，我们也去逗他玩玩。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很感兴趣。看我的，我也来。现在是黑暗奥王了。我也来。好家伙，这么浓的黑暗气息，计划成功了。兄弟们，我们这就去收服他们。老大当心。神秘四号都是我的手下了，这个宇宙谁还是我的对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贝利亚，你当我们神秘四号是吃素的呀？我们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黑化？现在我们要封印了你，你就好好反省吧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